Girls， 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点击一下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我打上一把小勾勾。然后，左边头发短一些的是妹妹，我是姐姐，左边是妹妹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段双人舞，先跳一段双人舞，然后再跳单人的。又是你。宝宝关注一下我嘛，等一下我们的直播通知。
大家可以点一下左边五行五秀嗨翻天，每天十二点钟的这个预约。然后穿短裤好看，因为刚才那个舞用到了凳子是要穿长裤的。姐姐下一个舞是那个穿短裤的。感谢那一年送的棒棒糖 ，Thank you。手就是水果刀刮到了。然后宝宝呢，继续点击一下我们关注电脑用户点右下角。接下来呢，再给大家带来两个单人舞啊。然后我先跳，是啊，我就到这帮放音乐。姐姐先跳，等一下啊，我还没好，没搞好。欢迎大家的时间走进993，24小时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
左上角左边的五星五秀嗨翻天，大家可以点一下预约啊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可以点一下关注啊。左上角有一个就是红黄色的爱心，就是还没有点关注，是吧？给它点成，如果是紫色的话，就是点了关注了。然后喜欢我们的宝宝能记得点一下我们的右下角的直播通知啊，过头通知勾一勾，还剩四分多钟，接下来再跳一个单人舞。如果有喜欢看双人舞的宝宝，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更新新舞的。手机用户点击一下左上角主播头像旁边的橙色星星啊。接下来再跳最后一支舞，大家点点关注，我们就要撤了。今天咱们就要撤了。날 두고 가시나